少奶奶，少奶奶，你看这个。少奶奶，少奶奶，少奶奶，哎，放这儿吧。少奶奶，少奶奶。放这儿。来，哦，恭喜啊！感谢感谢感谢啊！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，谢谢恭喜。谢谢谢谢谢谢各位，恭喜啊恭喜。迎星月贸易行今日正式开业，与侄子渴望你能在场亲眼目睹此盛况。即日起，于将在中国收购生丝，卖与洋商，销往英吉利、法兰西、美利坚。大人大人大人，我去通报。不用了。少奶奶，啊，请您来一下。怎么在你这儿？我也是刚刚才到。你来的正好，正好有几样洋布的样品织出来了，你看看。好。赵大人，你来看，这块，这是粗斜纹布。这个是本色布，这块是饰布，这个是细斜纹布，这块是色布。很好。过段时间还会有一些后制的洋布样品出来。很好。赵大人，你看这色布是先将纱线做色，再纺织而成，所以它正面反面颜色都一样均匀，又软，还不会掉色。无论从哪方面，都可以与现在市面上最贵的洋布相媲美。不错。赵大人，给我们的洋布取个名字吧。咱们开经济织布局是为了要民富国强，就叫民富洋布吧。民富洋布，好，这个名字好，就这么定了。好。少奶奶，少奶奶啊，过来一下。好，哎，我去看看啊。好。
你说他们吃出洋布，如果卖不出去，那所谓跟洋商争利，就成了一句空话，那更坐实了他们夸夸其谈、好大喜功的罪名。但现在人大多舌头不追洋布，想要洋布卖不出去，恐怕还得另想办法。头部当然没法遏制洋布，但洋布能遏制洋布。古月洋布庄现在生意如何？还能如何？依旧红火。你说，如果我去找胡咏梅，她还能听我的吗？她不还有封信在我们手上吗？她如果不听我们的，我立刻把那封信。你若我不方便。 我去找他。不，这一次我去。你看看我们的本部，不错，我们的织法跟你一样，布特别细。哎，小姐，吴夫人等你很久了。胡小姐，找我有事？是。 我来是想来跟你谈一笔生意。你要和我做生意啊？这是我们陕西机器织布局出产的民富洋布。小姐，我把它的样品和咱们柜台上的洋布比较了一下，这民富洋布质量很不错呀。你这柜台上所有的品种，我们都能生产。那又怎样？ 我不管你的供货商给你是什么价格，我都再低一成给你。再低一成？是。小姐，我刚才和夫人谈过了，她同意不收定金，也不收保证金，甚至愿意给我们让一个账期。你给我进来。 你到底要干什么，胡小姐？我们之间可能有点误会。原来我爹的死是个误会啊。那我爹的死呢？我正在拜托赵大人重查当年的军靴案，我相信等到军靴案真相大白。 你爹和我爹的死，也都能水落石出。你我之间的恩怨，也可以做一个彻底的了结。在那一天到来之前，你我争执再多也没什么意义。我们何不暂且放下旧怨，一起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？我们一起，胡小姐。 其实我一直都很佩服你，是你让陕西人知道了洋布的好，也是你的成功，让我对机器织布局充满了信心，才有了今天的民富洋布。所以民富洋布出产在即，我第一个想到的合作伙伴就是你。你要我做你的伙伴？对，我生产洋布，你销售洋布。 我尽量控制成本，提高质量，你尽量拓展市场。我相信三年之内，机器织布局的产值可以再翻几番，而古月洋布庄的分店一定可以开遍全国。这是本部，你那儿的标价是6两银子一匹。 为了表示我的诚意，我给你4两。好，但是你必须要保证，我的价格是所有客商中最低的。没问题。如果有一天证实了我爹是清白的，
是你害死了他，我一定会亲手杀了你。如果真是这样，我周莹任你处置。